有没有发票？陈泰全，我是不是没有给你发票？有吗？有拿过来。然后再来，陈泰杰在后面。 相机是别人的，可不可以摔在地上？啊，你要听老师说，知道吗？<笑><笑> 多久了？一千八百五十几年，一八，我去看到他那个，哦，那个凉亭亭子的后面呢，它有刻字，有介绍说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原来这里是一个泉水，这里是一个泉水，哦，有些到山上来的，以前他们在找不到水的时候，这个水他们救命的，所以每天都要喝水，没有喝水不能喝，等一下我们先，都要喝水。如果你怕。 为我的狗叫咪咪。
照一下这个，大树第二名，大叶南。哦，这个树是第二名，那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山上还有第一名。哦，第一名在哪里？第一名在第一名，第一名在第一名，笑的时候会看到，这个还要更刚好，所以呢，知道很大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要改，以前这里是有门的，这里有一个洞，